可能会比较难杀。完了七吧。憎恨是小孩子的用词。不服。砍断他们的骨头，就这么干。骗 Q 不交。还打牛。仁子已经和我的船一起沉没了。当心炸药桶。我一个被动不亏。我要一路砍回比尔吉沃特。你干嘛？哎呦！缓慢的死去将是赐给他们的奖励。你也没闪了吧，打不到你，吐也吐不死我。那就一起死吧。你还没见过血吗？这挖机也鸡贼的很，这挖机我这状态去不了。又一个，把他们的腰子砍出来。亏线就亏线吧，回吧。回来是会变得更强。血的不像，还经常血就很恶心。你干嘛？哎呦，你干嘛？你干嘛？你干嘛？哎呦，你干嘛？你干嘛？哎呦！大海和人们背叛了我。石头是没的。大海没有记忆，但我有。更多火药点起来了。一刀砍的他不纯纯被折磨吗？我虽然失去了船，你看你折磨我还是我折磨你？
还差一百，钱不够难受。我再掐不线，他好像也拿我没办法。他应该打不死我。我要把我得不到的东西统统烧成渣。烧吧！不要以为我不在，你们就能安逸。死亡把我吐了出来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盐分和海水中重生。更多火药！我在火中找到了我的憎恨。你不是控线吗，阿牛？你控个线呢？换一个吧。挖机又交闪，挖机，挖机，你小子他妈的天天搞事情，挖机，牛头的人头，无语。挖机搞事情，挖机。清算就要来临了，烧吧！把他们吊在杀手码头上。你妈的，他想打死我。发财了，发财了，兄弟们！抓了半天，结果越抓越肥。更多火药！一次转身，是一把匕首。吐不到。干什么？啊？你要干什么？还想秀？被割开的喉咙早就不可再痛了。言语毫无意义，血肉才有分量。漏了一个牛头，打近战有突进的英雄好打，打船长没有啥用，全全被压制。打那些近战的会比较好一点，像什么日文啊这种轻装战士会比较好一点。或者手不长的。
特别是手短的，手短加突进就是被折磨。但是有一个更好的选择，那就是酒桶。酒桶会更克制一点，酒桶打船战也不难打。这玩牛头都不如玩酒桶。扛不住啊你！我的这个斩杀是真强。我要一路砍回比尔吉沃特。你会玩牛吗？牛不会玩，但我会玩牛牛。我玩牛牛可牛逼了。你小子一天天的搞事情，让他来，我把他们全杀了。这他妈不是坏了吗？我操！我干！我干！哎。这两小子有点意思，这两个闪现脚的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. 我看起来很有耐心吗？ Shut down. 打他，打他，打他！我给你开大爷。怂！我送他们的骨头。王轰炸！他是连助攻都没有啊！当心炸药桶！六个手气不佳。背叛了我。六个手气不佳是。是这个东西不配胡爷的身份，胡爷的身份起码得开个君王才符合胡爷的身份。兄弟们，我说的在理吧？大海没有记忆，但我有。烧吧！让你小子先垮一会儿，一会儿别哭泣泣。又一个，我要夺回属于我的一切。哭都不敢出来嘛！死亡的潮汐预示着我的归来。当心炸药桶！连环爆炸！好怂的下路杀人族，你这还玩卢娜？玩蛇？这样子的吗？是这样子的，不信你问问兄弟们。胡爷不开个身份能配得上胡爷的身，不是，胡爷不开个君王能配得上胡爷的身份。快，这个开大救不了。妈呀，全是眼！
我去下路。我从岩缝和海水中重生。包天可以啊，包天三百。我现在基本上就打一区和十区。没法套路不到你。胡爷太聪明了。找到了我的憎恨。打不到呀。这小子他妈的看到我就跑。你别跟我一起。水晶之痕应该不打，我要排队快的去。那我他妈不是坏了吗？哦，只能换一个。怎么这么他妈多人呢？我去哪就跟到哪是吧？你管管这 AD 啊，人家偷塔了，我操！包天打七个小时呀，七个小时一般来说打十二十三把左右。网通有点卡，我看后面网线怎么说，网通确实有点卡。双不双排都一样的价格。把残忍带给所有人。烧吧。又一个。老盯着我干什么呢？搞得我都没地方推塔。好烦呀。因为他 AD 在上路他妈猛带线，管都不管，老来下路想蹲我。这么稳吗？我先锋时间都到了。啊！我他妈站在这个地方都能砍塔的吗？这，他起身我一捅下去他死了呀，没道理呀！这个塔怎么这么远？真没道理呀！真是，大龙也不要。我站这么远，这个塔也打呀！我站在这里呀，这是不是不砍塔我死不了？不砍塔他起身他就死。不要相信比尔吉沃，他死了我升级加凯旋。哦，我没有凯旋，我升级我不用死了。
你看 AD 去下路带就被人管着，这他妈为什么呀？啊？搞针对？凭什么 AD 带就没人管？为什么给你一枪？拿走。在狂，这只鸡咋不死？橘色。我操！快跑！这个 W 溜了。你看，这个就像刚刚挖掘机一样，它起身它就会死，知道吧？压它起身，它起身它就会死。